对不起。你真的想知道他最后说了什么？耳朵，他说他相信你，饿了，对不起。是我害了你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帮你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想，这也是你真正想说的吧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巴拉。这是我爸炖的鸡汤，拿进去吧。嗯。你快拿进去，汤一会儿就凉了。谢了，大好人张扬。别以为你这次救了我爸，以前的那些事轻易就过了。这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买卖。雅西姐，喝点水吧。嗯。哎，小心烫。我爸我妈呢？嗯，估计在休息吧，怕打扰到你。闷不闷啊？我还好啊。Thank you.
不到，流水滴不沉，过去过不去，明天不会远。你爸妈把你每期节目都录下来呢，我告诉他们下次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直接给他们寄光碟就好了。明天跟亲戚的饭局都定好了吗？你不是说推了早点回上海吗？吃完再走吧，也不差这么一会儿。今天我们到来的都是我们家的亲戚，大家都自家人，不要客气啊。娇娇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我们大家都应该为她高兴，是不是？来，大家举杯庆贺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听说这家店包间不好订呀，特别是过节的时候。在这小镇上，没有我们家建国搞不定的事儿了。可是他出了这小镇啊，到了北京就不行了。到了北京啊，得靠我们家女儿，是吧？哎，大家吃吃吃啊！别客气，来吃吧吃吧，别动了。你们都不知道，现在雅琪姐在北京吃饭都不要钱的，走哪哪都欢迎她，只要合个影就成了，是吧？你们可别听她瞎说啊！我到哪儿都付钱，还给双倍小费。就是，我们家女儿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的。大明星就是不一样，到哪儿都有优待的。嗯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现在呀，电话里头。短信啊，未接来电可多了，有找他演出的，有粉丝要签名照片的，我可是每天看都看不过来。本来呢，他要是这几天去接演出，可以赚好多钱的，可是呢，还是选择回来陪家人呢。得得得得得，话又多了啊，赶紧倒酒吧。你呀，可真是有福气，这么好的女儿，又聪明又漂亮，哎呦，真是几世修来的福哎，是吧？谢谢啊。哎，大家吃，别愣着啊！您好，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礼物，给我的。哦，谢谢啊。我们都特别想跟蒋小姐合张影，您看行吗？啊，那来吧，现在就合呗。啊，我来吧，我来帮你们拍。我们这是亲朋好友聚会。怎么整得跟粉丝见面会似的？哎呀，大姨没事儿，来来来来，拍吧拍吧，来，就是没事，就几张照片儿。来，看看鱼排啊，看这里，一二三，茄子，好嘞，咱们看一下。谢谢江小姐。好了好了，这边啊。嗯，好的。哎呀，这都挺早了。谢谢。嗯，那个。刚刚幻姐那边来了个电话，说是临时在北京给你找了那个元宵晚会的通告，要你立马回去，明天。嗯，知道了。快吃吧，大姨，那虾你不最爱吃吗？啊，我多吃。妈，快吃。嗯。你要走啊？嗯，刚刚公司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临时安排了一个通告，让我赶紧回去。这大过年的有什么通告啊？他们都不放假吗？有个大腕爽约了电视台的元宵晚会，我们运气特别好，候补成功了。你就不能不走啊？你说你这一年你歇了几天？这大过年的你又要提前走？啊，姐，我可是当红女歌手。我要是整天闲在家里面没事儿干，那我就完蛋了。可是你是……哎呀，好了，姐，以后呢赚钱养家就交给我了，你呢就负责岁月静好啊。赵叔叔，好好跟我姐享受二人世界。别乱说，你就别骗我了，根本就没有男朋友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，虽然老了点，但长得不错呀。关键是啊，有钱。夏米米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。给，都要带呀。啊。你自己在外面小心一点儿。
每天按时吃饭。好，记得看我的电视哦。上次我记得就是选的这个。灵儿，哎，阿姨好。你好。灵儿，这是你妈妈啊？哇，太好看了，阿姨真年轻，你们俩跟姐妹似的。是吗？阿姨，你选乳酸菌啊？对。哎，乳酸菌这个呀，我就是专家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真的真的，这样我带您看看啊，你们这边请。哎。你要回学校了？过完元宵节就回去了。最近我一直在医院，都没有时间陪你吃个饭。徐毅他爸爸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就得养着，以后不能再喝酒了。我跟妈妈先回去了。哦。丽儿，把这个贴门上。好了，嗯。妈妈，我去倒垃圾，等一下一起倒吧。没事，我走了。你在等人吗？对啊。等很久了吗？刚来，没等一会儿。你呢？我路过，得去医院了。嗯。听尤大说你明天就要走。我估计送不了你了。不用送啊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说，还是不说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最近读书了？可不呀，《哈姆雷特》呢。喝酒吗？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哎，我口渴了。哎，付钱。记账吧。以前我听人说，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他自己的星星，指引着他前行的方向。现在，我好像找到了那颗星星。
爸，你这是单单不死，以后不能再喝酒了，听到了吗？张耀呢？我哪知道？见到张耀，替我谢谢他。你休息着，我去超市买点吃的回来。 给我买点酒。医生说你不能再喝酒了，就喝一点点，啊，就喝一点点。大过年的，我想你妈妈了。 些你爱吃的零食带上啊！哎呀，你别给我拿，我也不吃。你听话，这些零食北京买不到的啊！哎呀，你听我吧，给我拿。哎，你们公司也真是的，这大过年的还让你回去工作呀？那是因为你闺女红，你闺女要不红，谁来找我录节目呀？哦，阿姨，那可是元宵晚会呢，好多明星享受都上不了，收视率可高呢。那行啊，到了北京以后多注意身体，别太辛苦了。爸妈会早点去北京看你的。知道了。 走了，妈妈。嗯，我来，我来。多照顾你姐姐啊！好嘞，阿姨放心吧。闺女，到了之后别忘了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。知道了，爸。走了，慢点啊。阿姨再见。 小姐，直接去机场吗？是。好的。在城里绕一圈吧。好的。小姐，我记得。 上学那会儿，我每天开车走在这条路上送你上学，下午吧4-5点钟再接你放学。那时候啊，你笑得特别的开心。哎呀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哎，你听我说，一会儿带你去吃拉面，咱们一会儿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吃完拉面去看电影行不行？ 以后出名了，你这小货车到时候贴上一标签“墙角专用坐骑”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。哎，怎么着？还不信啊？走着瞧。哎呀，真是！左转。
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马上走了。不喝了会长胖。放心吧，这个注消化不会长胖的。还是不喝了。当明星真不容易啊！我记得以前你最爱喝小样了。还记得以前啊？对啊，以前你比现在胖多了。你还是那么爱嘲笑我。我哪敢呀！你现在粉丝那么多，分分钟都把我灭了。看出来喽，你是后悔了。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初没跟你多要几张签名照。我变了吗？变漂亮了。可你还是跟从前一样。想得到你一句真话，比登天还难。去哪儿？散步。大冷天的散什么步啊？家里热。你没事吧？走啦。你怎么来了？买糖。太多了。小朋友就该多吃点。急着回家吗？陪我出去走走吧。走吧。小耳朵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许毅他，他不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什么？他是我亲弟弟。亲弟弟。
所以很多事情我没办法选择，我不得不考虑他的感受，你明白吗？对不起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？高一新生报道那天，我经过你的教室，你正好在做自我介绍，木字里王字旁加个耳朵的耳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女生的名字真的很特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有她的小表妹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相信缘分吗？我信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始终不敢。我想，我是害怕失去。我可以等。等你足够有勇气的那天。回来了，嗯，去哪儿了？刚刚去了趟书店。由他今天回学校，你肯定忘了。他在这儿等了你很长时间，那个是他送给你的。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。什么样的女孩？不好说。我就想努力挣钱，给她换一部新的手机。又去哪儿？我去送送油，他马上回来。喜欢不喜欢？小他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理解的，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优太，你不要这样。好，以后都不会这样了。就是笑起来的时候，所以你请记住，一定要快乐，永远要快乐。走了，
再见。学医可怕吗？听说要解剖尸体。无力之药，救死扶伤。自己要学会照顾好自己，晚上就别出去了。平时也要注意安全，过马路要看红绿灯。还有，我会把你的耳朵治好。刘星，刘星，快学。笨啊，你抓我有什么用啊？如果。我是说，如果刘星可以帮你实现一次愿望，你会许什么愿？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，我就说。好吧，我先说。我希望我喜欢的那个女孩永远幸福快乐。喜欢一个人又不丢人，喜欢就去追，看他难过了就去安慰。小耳朵，你可以的。爱对了是爱情。以前我不明白巴拉说的那句话，爱对了是爱情，爱错了是青春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悲观嘛，你还年轻，青春还长呢。你原来不是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的吗？叫青春如花飞扬。
的不安总被你轻易看穿，我的想念到深夜一滴蔓延，我储存多少幸福。你相信缘分吗？我信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不敢。小耳朵，你站着别动。我不想再等了，你呢？医学专家证明，甜言蜜语一定要小心左耳听。收到一句抱歉就能。